2020年圣诞鞋盒礼物已开始收集，时间为10月23日至11月22日，家人们可在每周五、周六及周日上午10点到下午6点的任何时间，到教会新堂门口领取鞋盒。每个鞋盒内均有礼品预备指南，供大家参考。另外，已装好礼物的鞋盒可于同时间段放回同一地点。收回鞋盒的截止时间是11月22日下午6点。分享的爱是加倍的，愿神的爱借着大家的分享，在这个不同寻常的年份，给世界各地的孩子们带去加倍的温暖。回顾人的一生，我不得不承认人生是艰难的，苦难和伤痛在所难免。我和 Esther 曾有一个女儿，经过正常的怀孕过程，出生之后却只活了24个小时就被主接走了。我们的婚姻也曾经过痛苦的风暴，然而这些伤痛因着几位弟兄姐妹爱心与耐心的陪伴，我们得以经历神救赎的恩典以及医治的大能，使我人生中每一次的磨难都成为生命中化妆的祝福与成长的转机。因此我热心致力于把基督的爱借的人传给人，这也正是斯蒂凡事工的精髓。斯蒂凡事工的关怀使者是一群受过良好训练并持续接受督导的基督徒，他们以一对一的方式用独特的基督式关怀来陪伴生命经历困境的人。在斯蒂凡事工的服事让我近距离地体验这个世界的破碎，关怀对象的故事常常让我的泪水夺眶而出，而他们的忧伤也常在我心中萦绕。这些悲痛让我反省自己在生命的旅程中对别人造成的伤害，也让我再次深深悔改。您愿意回应耶稣的呼唤，做他的手和脚，进入这个破碎的世界中陪伴伤心流泪的人吗？诚挚地邀请您加入我们的行列，请上网 hoc5.org/sm， 请点击右下角的连结。愿神赐福您。失去亲人好友是人间至大的悲痛，那永远诀别的震惊、忧伤、悔恨缠视着哀悼者。基督五家的精神健康事工将与 Church Initiative 这个机构合作，在10月28日成立一个走出悲伤的支持小组 Grief Share Support Group， 期盼您在忧伤中与耶稣相遇，得到完全的医治。您愿意勇敢地踏出第一步吗？请上网 hoc5.org/mh， 然后选择第二项特色支持小组，就可以了解详情和报名。11月的7、8日及14、15日两个周末，傅立德牧师将在北圣神学院开设协谈辅导课程，请听他的心。本课程以圣经为基础，讲述协谈辅导的技巧和原则。上课时间为周六上午9点到11点45，下午1点到3点45，周日下午1:30到4:15，请家人们访问北圣神学院网站踊跃报名。第26届宣道年会，本次的主题是疫情不忘宣教情，届时我们也将一起走进几位宣教士的故事，他们会在主日学的时段进行各自宣教侍奉的分享，请家人们预备聆听。本周家训就到这里，愿神赐福每一位家人，我们下周再见。